试试。我们去哪儿了？ 嗯，红墨回来了。您这个法子真管用，这鸡毛管的有韧性，还光滑，正好拖住这两头。您那个怪儿子还真是有两把刷子。红墨。 我怎么又变严重了？哎，我们打水漂吧。嗯。碧波万顷，水天一色。这对面的山上还有袅袅炊烟，看来是一个村子。果然是一片世外桃源啊。 那里是何家村，村里面种着千亩残树。那里面的村民靠着养蚕为生。陆小姐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啊。5年前，我们一起准备创立丝绸庄的时候，那时常常来这里种桑、收茧、缫丝，从春蚕夏蚕，一直到中秋时节的晚秋蚕。 一年三季，这里到处都有我和青驴的足迹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年少轻狂，壮志凌云，想要在丝绸行业干出一番事业。怎么样？现在我们终于得偿所愿了，可是却也渐行渐远。能有杜小姐这样的红颜知己，痴心作伴。 也是李庄主及世修来的福分。可到头来，还不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哇，好远啊！厉害吧？那昭王呢？长安城内那么多大家闺秀，金枝玉叶，都仰慕着昭王殿下。 昭王殿下为何喜欢这出身草莽的江湖女子？龙姑娘，我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。她没有富家千金的古板教条、循规蹈矩，反而天真自由、浪漫洒脱。所谓物以稀为贵嘛，遇到这样的人，很难不另眼相看。也不尽然，龙姑娘不像你我二人。 从出生起就背负着那些繁荣枷锁，我爱慕青柳，是因为他活成了我喜欢的样子，而不像我，只是父亲手里的一颗棋子。所以，喜欢龙姑娘，也是你挣脱束缚的一种方式吧。你说的对，但只说对了一半。生在帝王家，半点不由人。 从小，我就特别痛恨母亲对我的束缚。为了挑战她的底线，我不惜伤害自己。到头来，却又发现那些枷锁就像一顶金箍，挣脱的越厉害，她就套的越紧。直到我遇到了龙姑娘，她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自由的生命力。 其实它并不是我逃脱那些枷锁的方式，而是我打开那些枷锁的钥匙。你再试一下。再试一下。
行啊。教你。好。主子，您找我？啊，这是龙帮主让我给您送过来的。您不在，我就顺便给您放桌上。他为何不自己来？谁知道？他现在叫了一群人在后院瞎转悠，说什么雷公显灵要下雷公笋。哪儿来的雷笋？主子，你怎么脸红了？吩咐下去，让人仔细测量这个板型，按照不同的型号打样，通知各个工房加班赶制。这不是，还不快去？赶制多少？1000套。是。雷公笋。